在我是在要飞成都，从长沙飞成都了。昨天晚上结束了小黄灭火节，经济上的不好。我不想说话了，我那么认真的唱，为什么？挺好听。为什么你们会笑呢？没有。还有就是，为什么今天早上你忘记带你那个相机呢？今天早上相机忘拿了，相机忘在酒店了。这个不是你老婆吗？你把老婆留在酒店呢？哎呀，那还有谁？还有一个小白，自由驿站的滚烫人生，完了以后就没有了，拍完了。为什么这次我会跟去呢？从来都没去过，这是最后一次去了，是因为刚好明天就是12号。携夫人踩小盆儿，这个光不好看，不好看。这个是我师弟弄的，他搞得太隆重了，我就吃个饭而已。仪式感，这是我师弟，这是我师兄。欢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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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师兄和嫂子。今天天气很好，我们准备骑单车去武侯祠看一看。开心啊！骑单车出发。耶！我们看到一个重庆面馆，所以我们想去吃一碗重庆小面。哇，重庆小面，嗯，你要不要改改题？要，改改要题。改改题呀，改改要题呀，要题呀。成都体院也在旁边，我也是在成都体院读过书的。我很想去我老公你去过的地方，以前搬了，对吧？这里是哪里？这里是武侯祠。啊，武侯祠啊，武侯祠。哦，一年的时间转瞬即逝，今年的工作完成了，空气中弥漫着过年的香甜气，越来越浓。是时候回家了，回家的路又短又长，短的是距离，长的是心情。好了，祝大家虎年吉祥，平安。We've been through it all.